精致男孩第一次送外卖需要几步？第一步，放好工具箱；第二步，戴好手套，隔绝细菌，把手洗干净。服务行业多注意卫生是没有错的。OK 了即帅了，准备准备，开始送货。第三步，找店主拿点冰块。哎，你好，能给我装点冰吗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货物的新鲜度肯定要有所保障。第四步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先把车上的灰尘擦干净。第五步，贴上一次性垃圾袋，拒绝车窗垃圾。第六步，拿出一次性花瓶，插上花，该有的仪式感不能少。第七步，挂上圣诞树香片。极帅们，这东西尽管开口，都特么哥们，别客气。第八步，简单保养一下，安全方面要多多注意。第九步，给座椅降降温。第十步，给自己安排上制冷系统。 OK 的极帅们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送餐。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，请及时处理。完蛋，被罚款了，月薪2500，命比咖啡苦，拜拜极帅们。